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墨西哥强震进入第三天，已知有四名台侨罹难，死亡人数增加273人。北韩扬言又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爆，美洲联手制裁将升温。苹果 iPhone 8系列正式开卖，台北买气比去年少20%。纽约法拉盛华商会庆祝中秋节，感谢新唐人电视长期关注社区议题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